扎两刀，谢谢青叔叔的两个飞机，谢谢宅男子的飞机，谢谢红啥？哇扎 ！A 两刀，平 A 接扎。扎两刀扣一下，鼻青脸肿，升了，扎，升了不好杀呀！哎呀，其实我刚才应该直接就上去掏他的，直接掏他二级能掏死。这还得再等他，先去插个眼儿去吧。现在不好杀了。我扎一刀。他回家了，算了吧。我杀他杀慢了，正常我刚才二级就能把他杀了。扎一刀，扎一下，再扎，这波先不打，兵有点多，扎一下。扎一下。扎一下。扎一下，我上不了。我在这士兵非常的香，知道吧？我们这边跟他过去没有一点意义，毫无意义。怎么一等人老没了呢？就这么难吗？中，掏两下，扎一刀 ，A 两下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 W 扎一下。扎一刀，打不溜 ，A 两下扎一刀，再 A 两下接大招，点燃接扎，接平 A， 走，回头吸，
这波兵我可吃的爽了啊！回家，无敌了！你说我吸卡萨丁有什么用呢？这英雄也就 R 技能有点用了。卡萨丁确实没什么用。扎一下，扎一刀 ，A 两下，控一波线啊！太痛了！太痛了！哪里痛？我给你治治。扎一刀，再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 接 W，A 两下，平 A 接扎 ，A 两刀 ，E 一下，扎一刀，吸。阿杜跟，来吃一层塔皮，丢了，扎一刀，可以回家喊腰了，也可以不回家喊腰，也可以这波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，来吧，尝试一波。往后点啊，我们这波不要站在第一排草丛里边，他有可能会往里插眼，我们直接在这儿等，啊，看他往不往前走啊，他往前走一下，我们就能杀。他这波没有大，中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 接 E 接 A 接 A 接点烟接扎 A 两刀，走位 A 接 W 扭扎两下，平 A 吸，再拆一层，我不知道那艾克来没来呀，回家吧，艾克有大，那不行，我们回家吧，先来个海妖，这把来个什么皮孩呢，这把的孩可以攻速孩，我觉得去一波下路啊，帮助一下下路，石头人好像有点弟弟，一过来 W 中了，
直接给大 A 接扎 A 两刀平 A 接吸吸吸，我有工资装，我操，我把他工资装用了，炸 A 接炸吸，那卡萨丁 E 咋用不了呢，这英雄我抓一刀中，好疼啊，抠到应该死了，但抠不着就没死掉，可以啊，这近呢，这么远这近都没死，这波其实是有点送人头了，哎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一刀吸，先把下塔拔了吧，ADC 刚才杀过我们是不是，这 ADC 点炎扎 A 两刀打不了 A 两下平 A 接吸，赔赔赔 Q 一回来 A 接大招 A 接 Q 接 A 两刀接大招 A 接 W 接 A 两下接吸，把阿波溜走，你还真就打不过我兄弟，我扎吸，快跑，闪现害追呀、啊！啊，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接吸，扎一刀，我说停停，不打了，拿个红的，这风龙龙魂好像对于我们来说挺不错呀，扫一下，没有人的话我就继续再下了，
确实没有人。中，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下，接大招，击。这 ADC 一个人敢过来跟我打。这可没了啊，没有人吗？这都这是挂机了吗？哎呀吧，卢仙的 MVP 兄弟，我13级912，他915，12级，你从等级上面看你就知道谁是 MVP 了。这玩意儿呢主要是看等级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拆了吧，咱今天对面这出都不出来了呢，你说这也没办法，来吧。MVP 肯定是我的，这都不用想，谁玩。